大家好，我是于荣宽。昨天发布的那个羽生结弦的八字视频，今天被退货了。那位羽生的粉丝很确定地说，羽生结弦是出生在上午的。让我再弄一个视频，也不知道他凭什么会这么确定啊？我甚至有点怀疑。他是不是看了昨天那个视频的一条弹幕？虽然那条弹幕已经被删除了，但是那条弹幕的确会给我引出来更大的工作量。看在他多次让我心服口服的份上，我只好又做一个羽生的视频。大家看看这两个排盘。如果说羽生结弦是在上午出生的，那么这个甲辰时的排盘呢，最有可能是他的八字。这个甲辰时把子水换成辰土水库，从月令挪到石柱，在五行气势上来看，好像跟辛亥时的格局差不多。该有的元素也八九不离十，但是甲辰时这个八字，制煞的力度就太狠了。成就虽然更高，但是缺陷和风险也很大。至少我个人觉得这个甲辰时，并非那么的美好。丁火生在甲辰时。很容易构成顶级的制煞格，有多顶呢？拜登是丁火生在甲辰时，太祖爷也是丁火生在甲辰时，这些人有多顶，大家心里都应该明明白白的。虽然这个八字的卯辰穿呢，把顶级的贵气破掉了。只拥有顶级的名气，可是缺陷和风险好像并没有减少。男命的石柱制煞这么狠，想想拜登，再想想太祖爷，就知道有什么遗憾了。而且卯辰相穿比子卯相刑所带来的副作用更大。加上丙火也没有透上来，那么在卯运和辰运呢，这风险就会高很多很多。至于会高到一个什么程度，这很不好说。我也不想扫了羽生的广大粉丝们的兴致，让我们希望他不是真的出生在上午吧。